周法官，那才回来呀，这都几点了？哎，咱家是在三楼还是五楼啊？咱爸没事吧？之前呀，看他在小公园跳广场舞，最近把脚脖子扭了，一直在家里待着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<笑>你要干嘛？你敢动我吗？我弄死你，你信吗？你打我呀！周远，周远，周远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放手！啊，你放手！ 冷静一点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再让我看见你。你赶紧走啊，否则我报警了。光脚的不怕你穿鞋，我明儿还来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真动手了，后果是什么？受够了，不仅跟踪我，还跟踪我妈。 当事人啊，没什么事儿，走，回家吧。嗯。